大家好，我已经忘了。什么事啊？即使想起了名字，烙印居然没有消失，是因为徐普诺斯的诅咒吗？不行，别睡着，盖亚，眼睛不可以闭上。太过分了，你没有任何的罪。大家好，我是这次森林之子林恩的配音员汪世伟。这次我配的角色是男版的林恩。我觉得林恩最酷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召唤各种不同的动物来一起作战，真的很酷哦。新风之谷海外新职业森林之子登场咯，快登入游戏跟森林之子林恩一起体验六转的魅力吧。